但係商界嘅整體嘅睇法咧，我覺得就唔係針對梁振英嘅政策，而係針對佢無料到梁振英無料到。聽唔到，對唔住。顯笑吐真言 ，CY 好唔掂。考下你，做特首做得勁，咩最緊要？文網唔係班底，係個人要有料啊！唔係我講噶，係商界心聲嚟噶。叻人梗係希望個特首叻過佢自己去做特首啦。如果佢覺得你呢位人士都冇乜料嘅，我都睇你唔起嘅，咪就係咁啫嘛。因為你睇你冇啲冇料，咁咪唔支持你咯。即係專業嗰個角度講咧，佢都唔係咁多經驗嘅。商界冇啦，佢有冇做過我哋任何一個商會嘅即係主席啊，或者副主席啊？有冇喺金融嗰邊有冇喺銀行界做過任何嘅呢啲主要職位咧？都冇。點知個人商界連班子都覺得唔得掂，即係佢自己啲班底全部做到落嚟，加入得去啦，全部都係問題多落落嘅。即係我無謂講名啦，不過我都見到嗰幾個。佢個班底出嚟嗰啲全部都係日日上新聞嗰幾位局長嚟嘅，咁市民當然質疑你咁嘅特首，咪只有揾到咁嘅人肯同你做局長咯。顯笑舉例話 ，CY 加重 SSD， 搞到樓市嘅供應減少，市民點啱冇減過，搞到樓價焗住升，呢啲咪叫弄巧反拙咯。你話你冇料到啊？啊，我哋自己去揾食，你唔好自以為有料到啊！出嚟搞搞震，又整個咁嘅法例，又咁搞呢樣，又搞嗰樣。佢覺得阿爺要為梁班子唔掂負責，因為開初阿爺俾人感覺係撐糖糖噶嘛，啲叻人撐曬糖糖，咪冇人埋 CY 堆咯。仲賣花讚花香，強調自由黨當日投白票就係驚個班底唔掂。嗱，田少曾經預言咧 ，CY 未必做足五年噶，不過佢又話為大局着想，都唔希望換特首。仲话若果 CY 喺任内搞掂所有问题，连任不是难度。不过浅笑，你同自由党被人视为建制派嘅噃，何解咁高调批评 CY 呢？但喺个别事件，因为我哋系中坚中立，唔系超级保皇党嘅意思，即系话唔系政府做乜，我哋啊都举脚举手赞成嘅。仲话自己部分立场同泛民好近噶，我哋系以事论事。我哋係對事不對人，我哋唔會話呢樣嘢係泛民提出嘅，我就一定 no 佢；建制提出嘅，我就一定 yes 佢。唔怪之得有消息話，自由黨若跟唔同黨犯罪啦，連田少都話樂意做兩邊陣營嘅橋梁咯。